回宾，你有听说过柔酸这种成分吗？有听说过，但是对它不熟悉。我听说呢，柔酸能够帮助对抗新冠病毒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快上网看看有什么蔬菜水果是有很高的柔酸成分的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先别急，我们先问专家是不是真的再说吧。